115页学习步道纸伞之。好，我们把复健机呢拿出来之后呢，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我们把这个骰子做好之后呢，发现点数一的骰子对面是点数六，点数二的骰子对面是点数五，点数三的骰子对面呢是点数四。好，两个加起来一加六等于七，两个加起来二加五等于七，两个加起来三加四等于七。好，不管是怎么加法，它最后加起来都是等于七。所以这一题呢，我们发现的是骰子上对称对应的相对的点，好，加起来的和都等于七。好，这是第一小题哈。那第二大题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它要你回答什么。好，第二大题呢，它有三个问题啊，四个问题，三个问题。好，第二大题哦，淑慧和朋友在玩掷骰的游戏。好，淑慧掷出一个骰子，就像右图这样子。你知道这个骰子的底面点数是多少吗？知道的，因为它的对面跟它的和是七，七减五等于二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知道它的骰子对面的点数是几点？答案是二，两点。为什么？因为两面加起来，好，两面和等于七，好，这是第一大题告诉我们的。好，如果淑慧掷出来的点数是 x 呢，那骰子里面的点数是多少？就是七减 x。好，这样各位了解了吗？好，这是第一小题哈。好，大家会不会？好，那我们继续往下看。好，心如任意掷出两个骰子，他任意掷出了两个骰子，一个是三点，而他底下就是四点；一个是五点，他底下就是两点，底下就是五点。好，你知道这两个骰子里面的点数和是多少吗？好，为什么？好，那这个两个点数和就是七减三加上七减二，好，等于四加五，等于九，好，答案就是九，这是这个答案九。为什么？因为骰子的两面和等于七，好，两面和，好，等于七。那么另一面呢，就是什么？七减三，啊，另外一面呢就是什么？七减四，啊，七减二，好，所以这等于三，四加五，好，四加五就等于九。好，这是好。如果心如掷出两个骰子的点数呢为和为 y， 那么这两个骰子的底面为多少？两个骰子就是七乘二，十四点，和是十四点。好，那么减掉 y， 所以应该是等于多少？十四减 y， 所以这题答案就是十四减 y。好，十四从哪里来？一个七，两个七。两个七，所以七乘二十四，好，这样了解哈。好，雅尼任意掷出三个骰子，三个骰子的正反两面和应该就是三乘七，应该等于二十一点。好，那点数和之际，里面的点数有多少？那就是二十一减 g， 这样了解了吗？好，这三个点数和之际，那么就应该是二十一。解记，大家了解吗？好，所以第二大题的三个小题的解答都在这里了。还有没有问题呢？